Diplomat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went to the Manila Chinese Cemetery to pay homage to the anti-Japanese overseas Chinese martyrs. 中国驻菲使馆外交官赴马尼拉华侨义山祭奠抗日华侨英烈。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2024年4月3号，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周志勇临时代办，率使馆部分外交官赴马尼拉华侨义山集体祭奠抗日华侨英烈。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印、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老战士吕水崖、华支后裔联谊会会长李向昭，以及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士、非华各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赵启平、菲律宾中国商会副会长施永嘉等侨领参加祭奠活动。周代办一行向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烈士墓等敬献花圈，向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抗日老战士们致以崇高敬意，对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华支后裔联合会等团体长期以来为维护相关纪念设施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并向华侨义山和华侨抗日纪念馆捐赠修缮款。周代办指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广大旅菲华人华侨与菲律宾人民并肩浴血奋战，为菲律宾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希望广大在菲华侨华人继承弘扬革命先辈英雄精神，积极传送中菲友好的感人故事，为推动中菲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参加活动的非华团体代表们表示，将永远铭记先烈们为中非友谊建立的历史功勋，让他们宝贵的英雄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愿与非人民携手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共同维护中非两国的繁荣发展。 China 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